祝福平安健康，祝福平安健康，我们平安又健康，平平安安健康。生日的这一天可以许三个愿望，但是我想把它集成一个大的愿望。这个愿望是祈愿疫情在世界终止。我也希望想要祝福我的每一位朋友也可以一样祈愿这句话，让我们打败这次的疫情。还有在这里要跟医护人员跟所有第一线的工作朋友们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非常辛苦，感谢感恩。